这个是不是是很惊人的报告？我当初是为了孕妇而研究的，研究的 Dr. Zanetti 今天有这样惊人的这个报告啊，连医院的医生都感到很惊讶，为什么有这样的效果？平时呢，一个 baby 正常的发育的话，就会在这个三条线的范围里面哦，正常真的是很正常的发育，就是这个中间这条线哦。不过哦，是有一种就是在爸爸妈妈的肚子里面发育不良的话呢，就是在这个 area 里面哦，对不对？然后都吃了 Dr. Zanetti 过后啦，是从这个这样就。这个哦，发育不良哦，会造成流产的。我们说的流产，是服用 Dr. Zanetti 过后，它恢复去正常的体重。这个报告哦，是口哈马先生，日本总和医院的口哈马先生是很有名的孕妇医生来的。然后还有一样很异常，叫做异常的发育，就是这里是正常的线，对吗？这里是正常的线，他 baby 因为吃了那种肌肉肌肉是打荷尔蒙的嘛，女性荷尔蒙打进去了就很快成长了，对不对？叫妈妈吃了那个荷尔蒙哦，那 baby 也是吃到那个荷尔蒙哦，就会越来越大哦，就会从在这条线那边哦，然后服用 Dr. Zanetti 过后，是不是超大的 baby 啊，会进回这个正常的生命生长线那边。如果是不是在一直增加那个体重的话，那 baby 在妈妈的肚子越来越大的话，就要开刀拿出来了。所以啊，这个 Dr. Zanetti 真的是帮到很多孕妇。听那个 Dr. Shiboro 讲啊，是36个例子里面啊，36个例子都恢复正常的生命生长。ドクターゼネティはですね、世界にないんですよね。ドクターゼネティ真的是世界独一无二的。在座的各位，请拿着信心服用ドクターゼネティ，推广给你们的最爱的人。20年前哦。Dr. Shiro Matsumura 哦，他研究到哦，是一个 baby 啦，他的头一定要是出产前的时候就。轮回去了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哦，有些就轮不回去，就要开刀拿出那个 baby 出来，对不对？不过哦，3天前哦，医生发现到那个 baby 的头还是在上面哦，给他喝了 Dr. Zanetti， 短短的一天里面罢了，他头回来了。这个是20年前的事情，他自己看到这样的效果，他都吓到了。这个不是锁定的吗？我没有锁定。这个 NK cell 就是自然杀手细胞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啊，这里就是一个报告，就是讲啊，那种啊，患上癌症病的人啊，他接受了医疗过后啦，他的 NK cell 哦，这个是白色的，就是控制组就是只是服用药品罢了。如果这个是黑色的，就是服用 Dr. Zanetti 的哦。开了手术后就是这样的报告，控制组的哦，他会跌到很厉害，然后治疗组的他就会提升，然后再提升，一个月过后他的水平就会像正常的一样恢复。这个 NK cell 的扮演这一个角色，就是说不只是吃那种坏的细胞啊，连那种 virus 啊，身体上的 virus 啊，像我们感冒啊， NK cell 都有帮助我们。这样哦，如果啦有哪一个亲戚朋友啦，还是你们的最爱的人呢，有这个有疾病的话，是不是给他们吃 Dr. Zanetti， 因为他恢复到很快。不过我讲到这样好啦，我们不要讲啊，不要吃别的外来的，就是不要吃那种啊，就是医生给的药都要吃，而且要添加 Dr. Zanetti， 因为吃 Dr. Zanetti 没有副作用，还有帮助他更快的恢复。然后啊，这个就是见证是由 Okayama 大学国立大学所检验出来的一个老鼠啦，你不要我们。做一个实验，就是把那个老鼠哦锁着它，不要给它动6个小时过后，是不是？不要给它动6个小时过后，它就有压力了哦。压力过后，是不是它的胃啊就会出现胃溃疡的现象，就会啊它的胃会出血了。你们可以看到，这里它已经有动了，还有血了。
不过哦，相反的，是不是喝了 Dr. Zanergy 过后的老鼠，是不是在异样的环境下，就是被控制不能动的六个小时之后啊，它的胃还是很漂亮的，没有啊，出血的痕迹，所以啊，证明了 Dr. Zanergy 对那种有压力的人士啊，很大的帮助。那我解释啊，先都许国荣马斯拉叫我解释一下，这样我就丢脸啊，解释一下哈。你看 ，Dr. Zanergy 呢，是不是？你看这个有一个老鼠啦，有个老鼠，它没有糖尿病的，不过我们注射哦，注射这个药物过后呢，给它换糖尿病，给它换糖尿病，这个就是平常的咯，平常的老鼠有的这个肝糖咯，然后这个控制组呢，就是给它喝水，给它喝水罢了，这个呢就是给它喝 Dr. Zanergy， 这样哦，它有那个叫什么糖尿病的时候啊，它的会跌到这样的程度嘛，对不对？不过哦，过了你看十天过后啊，它增长到啊跟正常的一样，所以对啊糖尿病的人啊很有帮助哦。这个哦就是讲那个这次也是一样，那个我们给那个老鼠哦打了那个 alcohol， 就是那个酒精进去啊，就是12%的酒精啦，然后啊它里面的酵素就会跌咯，你看这个就是正常的酵素啦，没有给它打那个酒精过后啦，这个就是打了过后的，是 Dr. Zanergy， 这个是自然医疗的，自己 self recover 的，这个 Dr. Zanergy 啊吃了过后啊，它跟那个正常的有会恢复到正常啊。然后啊，是不是 Dr. Shigoromatsura 有提到，是不是现在的人啊都是吃好啊住好啊，好像啊以前我们踏脚车吧，现在全部人都什么坐汽车了啊，没有动啊，是不是没有动过后会造成什么糖尿病啊，这个一向自身身体的状况不好了，高血压啊，还有精力啊衰退啊，便秘等等啊。所以我们在日本的时候，日本呢有一个就是 call center 服务的，在每一天我们都接收到顾客的 feedback 咯，就是回复咯啊，我的病情啊有什么什么好了啊，所以啊他就做了一个数据出来咯，所以糖尿病是排第一位的，就是78分是占最高的，然后啊一项皮炎的是49分，接下来的就是高血压以及体能占的42分，然后接下来改善便秘这方面就是40分。现在哦很大效果的就是这个精力啊，有些人呢每天然后就讲，哎呀很累啊，不知道做什么的哦，他没有病的哦，不过他讲今天真的是很累，不知道做什么，这样哦，吃 Dr. Zanergy 过后啊，他就会很厉害的咯。你必须。就是啊，老人家吃了啊，更有活力的。先生啊，在那边啊讨论这个奖 present 的时候啊，他跟我讲的，老人家哦，从30岁直到50多岁的时候，他的牙还是很漂亮啊，他的力量啊是这样 off 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他有他的皮肤绷的，很够力啊，所以这个东西都真的是真的是打动很多人的。而且他刚才我们不是只聊20cm 吧吗？拿出20cm 的，好，其他的做 recycle 嘛，对不对？那个 recycle 的哦，拿去种田，你知道吗？拿去这个农业的时候啊，很奇怪的没有虫蛀啊。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话题。如果你们听到有什么不明白的，请发问问题。很多人呢都想啊，50岁的年龄不过看起来是30多岁的哦，所以啊，这些东西真的是有帮助哦。它很厉害，真的是很有效，对抗老化很有效，所以请大家的鼓励掌声。IGF-1 这个名词请记下来。横山
这个哈、哦、是这个 report 啊，是由啊东京的康纳医心 clinic 啊的 Hiromi 先生 Yokoyama Hiromi 先生所报道出来的。然后Dr. Shiguro 呢是要我们大家背起来，放在头脑里面，什么叫做 IGF-1 还有 DHEAS。然后啊，这个 IGF-1 啊，它的主要的功能就是制造新的细胞。我们62亿的细胞啊，再做新的，所以啊，就是我们的IGF-1 呢、啊，去到20岁就是一个顶点了。男子就是20岁，女孩子就是18岁，18岁就到一个顶点过后就会下降了。我们呢、啊，只是拿那个人的血液来测试 IGF-1， 就知道他有多少岁了。等一下他会啊，全部。整理过后告诉大家，所以现在带过先。然后 DHEA、哦、是分泌啊男性荷尔蒙男性荷尔蒙 estrogen 和女性荷尔蒙 destrogen 的东西来的。这个、哦、你看、哦、就是红色的、啊、红色 highlight 的格子、哦、是不是就是很有效？你看之前是196，然后变成5118，就是很大的变化啦，是不是？然后我、哦、只是这里54岁了，你看198.7，本来是198.7，不过它就会变成195.3，就是跌了。不过、哦、这个、哦、是很好的现象，因为它跌得快哦，它升得快啊。现在哦，做了实验三个月过后哦，这个病人啊，这个54岁的病人已经起身到很厉害了。然后啊，还有提到的是这个哦 ，DHEAS 啊，就是啊分泌男性和女性的荷尔蒙了、啊。这样女孩子要达到漂亮，是要她的女性的荷尔蒙比较多，就比较漂亮了、啊，是。在日本啊，有一个见证啊，就是那个。牛啊，已经17岁啊，乘以6的时候啊，已经就有90多，102岁了。他说，102岁的牛啊，都可以诞下新的 baby 啊。然后啊，你知道农业啊，是养牛的，养牛要拿到它很好的品种啊，所以有一个活动呢，就是拿它的精子的哦。然后啊，在日本啊，66岁的这个牛啊，也是成功拿到他的精子。66岁的牛。好了，新加坡。现在牛啊，在鼻子出烟了、啊，很强的，很快的。大家，我都知道大家坐在这里就很累了，所以啊，我再讲笑话给你们听一听哦。有多巴胺这个东西啊，我们身体有一个多巴胺，就是传达信息去我们头脑的东西来的了哈。然后是我们的年龄增长过后啊，就会越来越少了。所以在日本，很多人患上这个老人痴呆症，因为多巴胺没有多巴胺嘛。其中一个是没有多巴胺的，就是那个帕金森啊，那个帕金森病症啊。在日本啊，很多人吃了 Dr. Zenichi 有效增加这个。多巴胺增加了过后啊，就连啊那个老人痴呆症的老人啊，都会恢复啊，康复。在日本哦，他就讲，笨蛋都会变成天才的，要出来哦。在座的各位，如果你们有小孩子的话，请给你们的小孩子吃Dr. Zenichi，它可以有效的提高我们的智能。你的孩子如果现在是天才的话，将来是我们国家的马来西亚的国统，哦、就是啊，聪明加更聪明，有智慧再加智慧这样。这个、哦、就是、哦、日本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才能成为 NTT 公司的封面。这本杂志就是 NTT 的杂志哦，只是、哦、有影响力，还有啊，直到日本出名的国家的人物才可以登上这个Docomo的封面。我们东哥的马斯图拉先生是在第八位的人上这个杂志的封面的。然后。在最后呢，最后Dr. Shiguro Matsura 先生，他就要向大家讲 ，Elkin 的全部的人上下一起来，然后手连手，
推广去我们最身边最爱的人啊，不只是在马来西亚，还要到新加坡、泰国，还有全部整个 Elton 的 network 那边，给全部我们最爱的人健康。这个是他最后的愿望，以后还会来马来西亚的，请多多支持他。